寸柔肠，一愁是弱者心诚。娘娘，娘娘，林俏，过来。娘娘有人来。你从小就跟着我，以前我的体质就一直这么特殊吗？体质特殊什么意思啊？这一个月以来，多重的外伤我都受过了，但是每次都能极快痊愈。我生来就这样？不是啊，这件事连翘也很奇怪呢。娘娘，您以前失智的时候总是磕磕绊绊的，一块淤青得七八天才能好吧，跟现在的恢复力没法比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变成丑青泥之后才这么特殊的？变成？哦，没什么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连门都没敲。差点忘了，娘娘，您快更衣，一会儿要见。不是说过了吗？称病谢客，尤其是吕瑶和他身边的人，一概不谢。太妃娘娘到。娘娘，快！我衣服呢？啊，那边，来不及了。参见太妃娘娘。参见太妃娘娘。其实你别起来，还病着呢。最近身子是不太好，但是也不能坏了礼数。都这种时候了还说什么礼数啊。本殿听云锦跟我讲了你在西院的事情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无故遭受奸人所害，真是受了大罪了。都过去了。你这个孩子啊，就是心地太善良了。还未正式谢过太妃娘娘，替青泥发案。其实本殿一直相信你不是凶手，你这么单纯善良的孩子定不会害君上。如今丽娘依然伏法认罪，昨日在房中自缢了。丽娘？嗯，明明是吕敖，关丽娘什么事？驿令上好像是写了找到真凶，那会儿太恍惚也没问。本殿真是不敢相信，王府之中竟有如此恶毒之人。确定是丽娘？丽娘供认不讳，他这么一死，也就只能结案了。此事也不便过多追究。吕敖真是贼喊捉贼，一定又是他的计谋，这次居然肯牺牲自己的妃子。这位是方百草女医，平日里啊专门为本殿调理身体，医术高超，本殿也想着让她来替你调调身子如何。娘娘的身体并没有大碍，甚至比一般人的身体要好很多。臣准备的药方是用不到了。青离是有福之人，那百草大夫就先回去吧。哎，好。谢太妃娘娘关心，坐吧。这些事，本殿知道你是边塞嫁过来的，府中的吃食有很多不习惯，所以本殿特意派人从边塞给你带了很多那边的特色小吃，来尝尝，看看跟你以前吃的一不一样。这个好好吃啊！太妃娘娘真是太有心了，谢谢。你也吃。
本殿今日也是贪嘴了，现在有些不适，正好一起散散步。别难过了，以后本殿就是你的靠山。什么是靠山啊？我在巫族没听过这个词啊。真不懂还是装傻？靠山的意思就是可以保护。便今日和你相谈甚欢，青离也愿意陪太妃娘娘聊天，以后一定常来。嗯，好，本殿先走了。嗯。恭送母妃。嗯，本院也有些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了，先告辞了。青离，你还在为那儿的事？我确实是有些累了。晋王殿下怎么直呼我们娘娘名讳啊？这万一要是让君上听见了，这不是害我们娘娘吗？连翘，一时心急唐突了，能否给我一炷香的时间，让我把风真大。连翘，我们回去吧。青离，不要想着逃避我，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的身份比现在更尊贵。这个丑青离啊，真的是不识抬举，本殿都把话挑得那么明了，他还装傻。您别生气，兴许他确实是不懂。他呢，要么就是装傻，要么呢就是太有心计，本殿一时还真是搞不懂他。啊，走了那么久的路，本殿也着实是乏了。哎呀，丑妃人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君上，娘娘说今日看了黄历不宜见客。嗯，什么？这种理由也拿来搪塞姑？娘娘写了封信给您，说您看了便知。他不是不会写字吗？
哦，那娘娘可真有情趣啊！那君上，拆开看看，拆开看看。哦，哎，这圆圆的应该是鸡蛋吧？从台阶上滚下来，它不会碎了吧？臭青皮，别多嘴。臭青梨，姑看你是不要命了吧？连翘，你主子呢？跳床跑了？娘娘说她出门遛个弯儿。不欢迎姑是吧？好，别后悔，姑以后绝不踏进染溪院半步。哼，惹不起我躲得起。你不是林王妃身边那个婢女吗？在这儿跪着干嘛呀？你怎么了？先起来再说。水。哎，哎，醒醒！喂，来，快喝点水。臭娘娘，快快快！这么热的天，你在那儿跪着干嘛？近日，奴婢不小心打碎了王妃娘娘最喜爱的杯子。糟了，万一王妃娘娘发现我不在那儿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你继续跪下去才会死啊。可是疼吧？鞭子可不好受。奴婢是林王妃身边的人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算不上救，不过就给你找了口水喝。你先歇着，一会儿再回去。哦，我最近常受伤，所以带了金疮药。你拿着用。那我走了。参见君上。左总督要和您商量城墙修建一事，正在殿外等候。知道了，姑一会儿就去。是，奴才告退。君上，最近这传话的奴才一来，您就兴奋，您在等谁呀？不说我也知道，臭娘娘不会来的。他上次可犯了不敬之罪，难道不该来请罪道歉吗？哎呀，君上，您想见娘娘，您就去见她嘛。为什么总要孤主动？这娘娘嘛，是吧？面皮子薄，她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但她不敢来见您嘛。君上，您再去一次，您就等于给她一个台阶下啊，她肯定不会是上次那个态度的。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君上，一会儿见到丑娘娘，您可要柔和一点。女人嘛，都是喜欢温柔的男人。更温柔一点。怎么做？啊，这个，首先呢，君上，您的脸色要稍微缓和一点，试着笑一点。像奴才这样，奴才这样啊。对，青离喜欢故乡。
哇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微笑的角度再稍微大一点啊，稍微大一点，哎，哎，哎呀也行，除了这个微笑呢，您的语气最好也稍微改一下。古说话一直都这样，怎么改？要不然，哎，要不然这么着。 奴才斗胆请君上演丑娘娘，奴才也您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君上恕罪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啊，您答应了？来，开始吧。哦，奴才失血了，来啊来啊，奴才来了。 那个，东东东，哎，敬礼。参见君上。爱妃，奴才啊，呸！姑，想请你游湖啊。我今天有些乏累。 君上饶命，奴才什么都没看到。滚！好，奴才这就滚，奴才这就滚。这就是你想的办法？意外，绝对是个意外。我要捅死那个奴才！你去吧。开玩笑。下次还这么办。 他跟小印子，我谁都不见。好，娘娘。娘娘。果然是你，我还以为认错了呢。本院还有事在身，我。娘娘，您打算一直躲着我吗？ 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看太妃。巧了，我刚好要去见母妃，一同去吧。还是殿下先去吧。 这样的距离总可以了吧？我们去湖心亭拿幅画，我带给母妃。 这幅画好漂亮啊！只是，这个鱼为什么没有眼睛啊？这点睛是最后几笔，画师匆忙，得亏让你看了一眼。
不行不行，我会毁了你这幅画的。很简单的，你看。哎，好像真的挺简单的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还是你来吧。我们一同去慎泽店，我带礼物，你却空手。你添一笔，这幅画也有你的一份。那我不是占了你便宜吗？不行。母妃怎会不识我笔墨？不过是给你添笔，讨个说法。拜会不空手，这是咱们一起的礼数，你应该知道的。那我就试试。君上，其实刚才那招很管用的，你相信奴才。闭嘴。君上，您刚才没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奴才可是……我叫你闭嘴。林俏，你……你知道我笔姿势不对，要这样。啊。你别顾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。君王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周青离，你该死！你动手啊！你这个暴君不就喜欢杀人吗？有本事当面说，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。顾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不准再见他。是不是我太冲动了？不该在这个时候激怒他。我讨厌你，王兄。还敢来见姑？不能玷污娘娘清誉，此事必须要说清楚。白天是臣弟在教娘娘运笔作画。那画是要送给母妃的。你逾矩了。臣弟知罪。其实臣弟确实对娘娘动过心。但臣知道娘娘的心里只有君上，便早断了念头。近日臣弟才遇到自己的命定之人。臣弟年岁不小了，今夜前来是想请王兄赐婚。赐婚？是左总督之女。这是他亲手为我做的定情之物。臣弟周游各地，遇到他以后，我才想安定下来好好生活。可是左总督好像不太满意，臣弟便厚着脸皮来求王兄帮忙。准了，姑回去就命人去提亲，起来吧。谢谢王兄，那臣便告退，回去把消息告诉他。好。命定之人，该死！野蛮人，暴力狂！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大消息，大消息！怎么了？啊，晋王殿下要结婚了。
蓉蓉吗？那个听说是一见钟情，然后私定终身，女方家里还在犹豫，齐王殿下直接就找君上提亲了，简直是太浪漫了。娘娘，您不开心吗？那倒没有，我还挺替他开心的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府里又有人中蛊了。啊？怎么会？千真万确，这次是林王妃。医官给他开了药，林王妃喝后吐出这么大一只蛊虫，还一动一动的。君上和太妃都去看了，可是下蛊的丽夫人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你不知道，丽夫人就是个替罪羊，据说真凶一直另有其人，估计马上就要彻查全府了。这林王妃一出事，府里又有谣言对准咱们，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万一君上真的信了怎么办呀？君上不会信的。哦，阿恒，我最近头有点痛，睡不好，你帮我去玄医阁拿点安神的药呗。哦，好。娘娘，您最近睡得不好吗？怎么了，娘娘？这次的事情完全是冲着我来的。趁着阿恒不在，咱们把染溪院里里外外有可疑的瓶瓶罐罐全部扔掉，这几日每天都要检查一遍。啊。哦。福东，娘娘，福东有要紧事和您说。君上，君上，丑娘娘派林俏来了。丑经理，啊，进吧。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外面挺冷的，林俏穿的很少嘛。小印子。奴才是说，丑娘娘肯定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讲呢。让他进来。哎，参见君上。什么事啊？娘娘邀您去染溪院看戏。看戏？现在？对，娘娘说要给您个惊喜。悄悄给姑准备了戏班子。你先回去吧，姑在忙。那您不去了？看情况。那回去告诉丑娘娘，君上一会儿就到。奴婢告退。小印子。嗯。姑还有多少宫门没看啊？哎呀，那个差不多都看完了，剩下的君上可以晚点再看啊。这也没搭戏台啊，他怎么也不点个灯啊？君上，屋里请。啊，原来好戏在里面呢。君上请，君上请，丑娘娘等君上呢。奴。
太妃。参见太妃。青林，你邀本殿今夜来此处看戏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戏呢？好戏马上就开始。你会武功的。凌千思，姑亲眼所见，你派这个奴才在青离的房间下蛊虫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不是的，都是这个奴才自编自演的，臣妾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他都已经招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诬陷本院？臭青离，你以为找个死士就能陷害本院吗？君上是不会相信你的。王妃娘娘，你说他是死士，好啊，我还有一个证人。非灵氏为夺君宠，行栽赃嫁祸之事，现证据确凿，令其出府回家反省，非诏不得回。想失去，想唱给你，若再相遇。
了。